极致的骨架是我们在这次项目中的终极命题，但当一台机体光骨架就重于一些模型的整台重量，而且需要直面展开时达到50公分的超大背包，你就会发现这一次的设计是多么疯狂和离经叛道。因为更细致的骨架刻画意味着更多的分件分色来进行层层使用，更通俗的讲，意味着更长的开发周期和设计难度，而更大更重的背包意味着重心更容易后移，随时有后仰倾倒、翅膀疲劳下滑的风险，而这一切似乎又在无声地给这个通过塑料来进行层层搭建的骨架进行难度系数的加码。这时关节的每一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面对挑战，迎面而上是我们的唯一选项。至此开始了一场以放大团队极限来履行对于极致挑战的追求之旅。天幕与稳固性的这场博弈，我们通过结构、分件、材料来给出答案。关节耐久度是一切大体积模型的敌人，在目前体积重量的面前，所有常规材料在耐久性、强度、耐磨性方面都显得不堪一击。由此成品经常采用的 POM 材料就成了我们在关节材料上的选择，但如果单纯是材料的强化而其他环节没有跟上，那所有 POM 零件周遭的其他匹配零件的强度不足一样会在可动承重方面给整体稳固性造成极大的负面效应。 ABS PS 的材质特性决定，紧就意味着发白与损坏，松可能就会因 POM 本身过紧而导致周围零件活动时的挣脱解体。在面对这个难题的处理上，绝不能通过一味做紧的方式进行打压，而应该从结构设计上进行受力分摊。胸部引出关节一个断桩损坏的高发位置，而我们通过受力方向分析更改桩位从顶部穿入然后固定在骨架上的方式，从底部吸收掉左右摆动时的力道，彻底锁住桩位，使该位置桩位不会发生横向晃动来提升稳定性，并借助合金零件 POM 零件的混合使用来进一步增加强度，做到双重保险。这种设计方式可彻底解决以往关节只有一端固定导致的拉扯发白以及活动脱出问题。而设计的优化考量还远不止于此，巨大的背包翅膀是这次关节难题的罪恶源头，再加上这全尺寸的背包骨架，单片重达126克的翅膀重量也对强度耐久性提出了诸多考验。三段式背包左右连接翅膀位置采用 POM 和 POM 护桩的设计，防止耐久性不足，但这还不足以解决背包本身零件稳固度的问题。为此我们在左中右三部分各设置一个卡榫与本体相连，并且在左右与中间部分对接处采用工字形上下卡扣的设计方式，进一步提升稳固度，再加上最后外甲前后嵌套的最终措施，一个堪比螺丝加固级别强度的背包就此完成。其他位置也是如此，通过上述逻辑的左右和骨架再去从不同方向包裹外甲的方式对诸多位置进行加固，最大程度防止因过紧导致的零件撑开松脱损坏。结构的稳固度不是一味的靠紧来实现，分件的设计也一样至关重要。通过多方位的优化配合，坚固稳定的骨架得以呈现，然而这只是一个行于纸上的方案，要想真正落地还要应对 POM 本身所代表的负面效果。 POM 材料收缩比为1/1000， ABS PS 材料收缩比为1/1000，虽然其耐磨性刚性强度强于 ABS 和 PS， 但注塑生产参数对零件尺寸影响大，受环境温度影响大，再加上 POM 材质零件互相装配时的声响，可以说这种材料是双刃剑，选择 POM 的紧度耐久度那就要牺牲手感接受响声，选择 ABS PS 的顺滑组装手感那紧度耐久度就会下降。一款体积巨大重量超重的产品，相信任何玩家都不想它摆在柜中没过几天就疲软的样子，所以我们依然选择了使用 POI。 只不过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选择让这台拥有稳固结构的产品多了一些遗憾。天幕是一款不折不扣的高难度产品，同时涉及了 POM 装配、展开联动组装、
时刻片粘贴、逐层搭建构造的体验等，对玩家的实力提出考验。但我们希望通过细致的说明书讲解、重点位置的视频教学，包括后面会更新的全流程视频速通攻略，让玩家可以真正做到有章可依、有迹可循地完成整个体验。这是一场尺寸、效果与设计的持久博弈。如果手感、华丽、体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单选结果的话，平衡不是在面对困难时的处处妥协，而是一种谨慎思考下的艰难抉择。平衡是这次战役贯穿始终的主调。我们也无数次询问自己，到底什么才是理想的拼装产品。作为爱因塔的第一款完整拼装模型，带着声色的 POM 组装手感，过高的拼装难度对我们来说，它仍有诸多遗憾。在开发过程中，我们也经历过无数次变动修改，不断打磨修正，力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向着心中理想的目标靠近。我们希望这场漫长的开发之路能够通过这款产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同时也时刻提醒我们，在国模这条路上，在心怀敬畏的同时，要有勇于向顶点发出不懈挑战的决心，并坚定持续地走下去。天幕整合成品全重达到4.7千克，合体高度为41公分，厚度为24公分，长度为63公分。打开盒盖后可以看到，说明书镶嵌在两侧珍珠棉保护板中。该设计可避免说明书直接放在盒中，因重量过大导致压坏零件的现象发生。说明书采用封膜工艺，背面则与蚀刻片和水贴一同封装，避免水贴与蚀刻片发生弯折变形。对于拼装，组装的第一个零件就是产品体验的开始，而一本讲解细致到位的说明书可以帮助我们在整个组装过程中有章可依、有据可循。为此，我们特别设计了一本多达150页的全彩色线框说明书，并搭配众多的教学，让零件的辨认更轻松，组装更高效。无连接带背胶蚀刻片可降低传统蚀刻片的使用难度，无连接可省掉裁切过程，
而背胶让整个粘贴过程更加便捷快速，用更高效更直观的方式让每位玩家轻松感受粘贴时刻片后的亲密效果改变。全身大量使用金属色喷涂件，可提升宿主状态下的完成度，甚至在 3D 视频演示中出现的金属蓝成型色也一并升级为金属蓝哑光涂装，使总喷涂板件数量达到8片，而且不仅仅是片数的多少，每片板件的大小也不容小觑。金属色零件全部采用正反两面喷涂方式，避免因单面喷涂导致的大面积底色裸露情况出现。金色和银色均采用亮光金属色，而金属蓝灰则采用哑光金属效果呈现，避免大范围高亮金属色的使用而破坏整体效果。该色主要用于武器及骨架细节处的表现，在不同角度可以看到细闪珠光。在23年初的视频中提到天幕为14种分色，对主色调白、蓝、灰着重进行色差分色，其中白色3种色差，蓝色为2种，再搭配蓝黑色，再加上骨架使用冷灰色、褐灰色、金属蓝灰色混合使用，通过反复调整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色差范围，这样可极大提升宿主时的层次感以及完成度，即使不渗线不喷涂，宿主效果依然不俗。一直以来地台都是一个类似于赠品，只为满足功能性而存在的配件，仅仅为了达到站立飞行展示用途而已。而这次为了与机身细节复杂度相吻合，我们精细化了地台的设计，通过大量的机械细节雕琢以及使用大量扶梯截面和高低平台错落的设计方式，制造出类似于整杯平台的机械效果。我们认为地台不应仅仅是满足功能性，我们希望地台它自身也是天幕整体中十分精密亮眼的一部分而存在。在站姿展示或仅展示底座时，我们为其配备了2枚金属蓝灰色的装甲盖板，用于遮挡支架杆的孔位，同时我们也设计了具有丰富细节的支撑臂，为各种飞行 pose 的实现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在组装顺序的安排上，我们通过从骨架到外装甲由内而外的方式进行搭建，先组装完整的背包骨架，再将本体的一二层骨架合并组装，然后是第三层的金属色框架装饰，最后完成整体装配，使整个体验过程更接近于真实机械的建造过程。在板件整体分布上，我们优先按照区域划分，背包板件使用14板，本体使用16板，共用部分15板，支架板件3板。在组装时，我们可以根据组背包还是组本体将不同板件直接进行分类，减少因板件太多难以寻找。针对每个板件，我们采用了分区分类布局，将一板零件上出现在相同部位的零件集中安排在某一区域，在一定限度减少玩家找零件的负担。部分大的板件更采用了可掰断式设计，让板件拆分后更容易查找到组装该部分所需要的板件。在经过掰断拆分后，板件数量会从48片增至74片，并且在组装过程中每拼一个阶段就可以丢弃一定量的流道，从而逐渐减少找板件的负担。到了组装步骤，为了在如此庞大的零件量面前优化组装体验，我们在说明书每部分开始前会有点件图，标明组装该部位所需用到的板件，并且红框标记了所有需要剪下的零件，这样对于有经验的玩家就可以批量剪下，高效组装，减少看步骤图每看一次剪一次的时间。在组装时配合说明书的彩色线框步骤图，更容易辨认零件内壁形状，找准卡损和定位，并搭配各处标记的方向提醒，即便是先前将整部分零件全部剪下的玩家，也可以通过相似零件的方向特征辨认图对零件进行区分，防止组装错误。同时，为了兼顾到不同组装经验水平的玩家，对于说明书讲解详细程度的需求不同，我们将重点注意事项进行了标示。对于可能产生疑问的难点安装，我们通过详细的实拍图文讲解，尽量帮助玩家理解安装方式。更有在一些位置标记二维码，
可扫码观看该位置教学视频，边看边装，最大程度地解决玩家组装时遇到的困难疑点。对于如何摆出像视频中一样的 pose 展示，在说明书的末尾我们提供了 pose 调整教学，通过对各处牵引关节的调整讲解，让玩家在了解关节设计原理以及注意事项的前提下还原各个动作。另外还有其他的可动配件展开形态的玩法讲解，从而实现拼装完成到玩法开拓，一站式手把手教你完成整个体验。说明书在翻阅使用时与普通书籍不同，需要平放，边查阅边组装操作，所以本次采用活页锁线装订方式。在如此厚度情况下，仅翻开几页也可以做到平放固定，不会像传统锁线胶装书籍一样自动合上。产品整体以隐藏水口设计为主，而且大部分水口位置都考虑到玩家的修剪难度，但是有些预涂装零件的水口因模具设计及零件外观要求只能设计在特定位置。为了减少玩家在修剪时的困惑，我们在说明书做了图文教学，并且视频速通中也有实际的视频操作演示，减少因零件难以修剪带来的不快。无连接式背胶蚀刻片可以最大程度的接近不干胶贴纸一般的操作手感，在使用时我们需要在正面绿色透明膜层确认需要摘取的图案编号，翻转蚀刻片到透明膜这一面，用镊子揭开保护膜，夹取需要的蚀刻片开始粘贴。请注意无色透明膜这一面为背胶层，粘贴时翻转蚀刻片，将带背胶的面粘贴与零件对应位置即可。与传统蚀刻片相比，减少了切掉连接点和涂抹胶水的环节，对玩家更易上手。与先前的三叉戟水贴不同，本次水贴虽然图案更多，尺寸更大，但针对不同玩家我们给出了不同使用方案。首先对各部位水贴在排布上进行分区，玩家根据说明书提示可提前将水贴裁切好，贴哪部分拿哪张，这样在后续粘贴时可有效缩短查找时间。并且我们做了简化版和深化版两种粘贴方案，简化版只粘贴红色编号标识的重点水贴，深化版追加了黑色标识的辅助水贴来增加细节情报量。对于喜欢高精密感的涂装玩家，可以粘贴全部水贴或指定任意位置使用，而对于喜欢快速完成的玩家来说，只粘贴红色部分即可有相当不俗的完成度，而且可以大幅减少水贴工作量。我们在视频中所出现的带水贴机体范例展示都是使用的左边这台简化版。天幕脊椎骨架部分的整体重量就达到约484克，而整个机体重量更是达到约717克，在配备上地毯的情况下，整体重量只达到了约1113克。如此之重，单从骨架来讲可能就超过一些模型的整体重量，所以我们在设计时不能采用常规的关节紧度设计，否则必然出现各位置关节疲软松散，无法抬枪，无法自立及把玩吊键的情况。对此我们将组装的阻尼杆设计了三个等级，分别是正常、较紧、极紧，其中正常紧度占比约 80%， 较紧部位占比约 18%， 极紧部位占比约 2%。 极紧的部位全部位于维持整台机体稳固极其重要的受力位置，这些位置全部采用 POM 材料零件互相装配的设计方式，为保证关节耐久度，在这里我们牺牲了组装手感，特意做得非常紧，因为我们知道玩家不希望模型在柜子里摆放一段时间后出现耐久度的严重下滑。例如翅膀转动轴这里，单片翅膀的重量达到约126克，如果想保证翅膀在长时间向后摆放站立时不会发生慢慢疲软的情况，极紧的阻尼感在这里是必须的。POM 材料在耐磨性、刚性、持久稳固的表现上比 ABS 好，但是因紧度设计和材料特性的双重原因，首次组装时需要很大力安装，在初期组装完成后把玩时转动会伴有咔咔的响声，这是由于 POM 材质零件互相装配时的材料特性导致的，这种情况并不会影响强度，也无需担心。 POM 材料在大约12小时的静置后，声音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弱，阻尼感也会变得更加合适。在组装机器位置时，说明书会同步提示，方便玩家提前做好组装手感的心理预期。
并配有详细的图文和视频教程，一步步按照我们的组装手法和技巧进行，让没有接触过 POM 的玩家也可以上手操作。但这里要特别注意，请勿对脊颈关节涂抹润滑剂，该操作会使转动法直立严重丧失。对于有一定活动、抱甲及受力要求的部位，我们设计了第二道较紧阻尼杆。为了实现手举双枪的造型展示，我们通过对手臂各受力关节的紧度设置来确保实现造型时的稳固度。小腿踝关节处，我们也设置了较紧的组合度。更大更重的机体意味着在每一处的关节设计上都需要更多的综合考量和反复权衡，而拼装的难处就在于需要通过每位玩家的亲自动手来完成组装。玩家的组装感受、机体的支撑力是我们在设计天幕时考虑的一个主旋律。在目前的阻尼杆下，即便在搭载如此重的背包且没有背后双枪撑地支撑的情况下，紧实的关节依然可以让天幕实现自主站立。在一些展开位置，并且零件的展开方向与安装方向在同轴线上时，为了减少玩家在把玩操作时可能出现的零件脱落情况，我们也特地做了适当的加固，让把玩可以更安心。对于普通非受力的零件，例如大部分外装甲、喷射口、细节装饰件以及其他非受力位置等，我们均采用正常阻尼杆设计，来保证玩家的组装体验。天幕本体设置有大量的展开结构，模拟机甲进入整备状态，通过之前精心搭建的骨架，在装甲展开后，蚀刻片细节、骨架层装饰及喷口细节得以更大程度展现。我们为驾驶舱提供了三段式展开设计，打开胸部左右两侧的装甲板后，拉出驾驶舱第一段，然后扣动蓝色驾驶舱门进行二次展开，最后下半部舱门一并拉开。此时内部驾驶员跃然出现，肩膀设有三处展开机构。第一处喷口联动展现高处理模式，完成展开后，第三组隐藏喷口出现。肩膀上端装甲打开后，侧面内构使用蚀刻片展现细节，肩膀前面露出银色框架，用来强调散热结构。再抬起后裙甲尾部盖板，横向拉出两侧装甲后，可以看到更多金属色内构细节以及隐藏的喷口。本体的其他位置，例如前裙甲、侧裙甲、腿部喷射器、小腿两侧内构、手臂装甲等各个位置均有展开设计，使整备模式下的精密度更进一步提升。通过画面中的对比，玩家可直观地区分各位置展开前后的效果区别。腿部设计以联动为主，在膝盖、大腿、脚踝及小腿后侧喷射器均使用联动设计。随着腿部的摆动，内侧液压管、金属滑轨在不同角度显现。手臂处设有两处液压管联动，一种设置在上臂外侧，结合红色、银色液压造型，丰富精密感。下臂藏于骨架内部。在拉出时，可通过手肘关节的缝隙中看到牵引动作。最后，为了减少玩家在组装中可能遇到的疑惑，更多的难点教学及速通视频也会陆续公布，请持续锁定爱因塔频道，更多的玩法等待你来开启。